这一上午把车眼摆弄了一下，现在没看到那路碑，我们不知道大概的这个位置是什么地方，反正就是三幺八呗，是吧？我车来了。现在海拔1393，看不了温度哈。现在气温我估计也有十几度，有大车来了哈。哦，大熊猫国家公园这块儿哈，行，先到这儿这段。